他们那个都是抬出去的，看这儿有两个、三个，这儿旁边还有一个在做心肺的，都晕了，都是你们。现在是晚上的8:35，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，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，一个一个的在救援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终于等来了被救的这一刻。没事啊。像不像拍恐怖片？我的天哪！